星期日沙田日赛，泥地短途我最红。呢次会上演今季最后四场泥地赛，其中罗富全会派出豪比哥出战第十场嘅泥地三班千二米赛事。睇翻罗富全旗下赛区，今季喺泥地千二米嘅上名率超过六成，而豪比哥出道以来喺呢个途程跑过三次，取得两冠一亚嘅成绩。上仗跑谷草赛事虽然落地，但最近豪比哥为金像备战，是泥泽交出悦目走势。今次继续由田泰安执姜，可唔可以成功赢马呢？至于喺第二场出战五班赛事嘅超然，喺沙田泥地千二米五班赛跑过两次，合共取得一冠一季嘅成绩。今次强配莫雷拉，骑者上季曾经同佢携手赢出四班赛事，今次有冇机会再次取得好成绩呢？密切留意星期日沙田日赛。